鸡巴后头就是阿红。啊？你们大，你要不然是大半夜是吧？那你爸爸的媳妇儿。关键嘛，工资才好两块钱。累嘛，那说明过劳力过度了。那个是日他说像落雨一样的天吧。啊，人家还没有来，你看，那别成啥子。就我就发觉他跟李叔那比就是大悬殊，是吧？李云叔。李云叔。嗯，李云叔。李云叔。你看李云叔。你看李云叔卖过菜。我唱教导。李云叔在那创业的。哦。哦，还有人我开了摘给你。要摘一个东西。一点。对，反正过来你们路上有看嘛，那摘菜。李云叔，李抓抓个。就是。哎，车狗也办了吗？车够了吗？早的车一半没车的。你这脚好多块嘛？啊！别叫我来，你讲啥？要我走白话又喊他同意我是来，你找多少钱？不是你找我啥子？没有，你没买过几次五层？这样子。不是。啊！他的身面积有点大。
他那有啥菜不？下面菜谁的已经卖了？他们该喝贵了。酸苗子哪吃得起？我来这年买三百个，买光我明白。那，我买了韭菜，三百是太贵哦。哎，这儿嘞还吃的个。大哥乖，对对，给你站边边是。哎呦。红皮子一般拿到龙江的毛呢，哪啥才来用红皮子？这他找我来做，这现在的吧，之前我不用。对啊。啊，我前日去他们大爷那个马庄，我说大十三哦，这三百块钱，买一堆块包，你看我亏了这钱。红萝卜也咋不也？红萝卜少肥。他们老回去怎么叫？怎么头都小？嗯，老大娘也蛮好，我那天能吧？你跟人家话不着，你就在地头干是最好的。你回单位去吧，人没可是单位去吧。头头，爷爷帮你送你来，等你儿滚。头头嘛，什么头都晓得嘛。哎，要下雨啊！又热嘞，热透不过气。有雨，白是白的有雨了，天天好下土，一直提前了，
就基本狗笼子呀。我们吃了够了吗？你吃得几百块？我啊，好几百块没来。啊？我讲我靠。也活在财款余口。你想，你一个人就是不会做生意，你要想嘛，师傅可拼嘛，要么就是可拼噻，就是嘛，拼啊，可是就是。那要拼。再干你就拼，有些就跑到那不舒服。太热了的，哎呀，我要吃三斤草，八公斤，是吧？还没吃呢。这是老不着活的，他头就在边边上去了。那下来你说啥？下来你说啥子？要到面你说啥子？还有菜。还有菜。他不吃。这个是不买的，就是啊。现在房子，他们这耳机都是老的。哦，都用得起，用得开来就行。嗯。这样子啊，也差不多了。